电脑很烧啊。好，这首是梦兰她点方继伟的《今夜不适合思想》，给全部的粉丝，她知道她演唱会的票都卖完了，很替他们开心，希望你们会享受当天的演唱会。今夜不适合思想，也找不到梦的方向，不知道是咖啡太浓，还是街灯太亮。今夜不适合思想，也记不得他的模样，不知道是心事太多，还是不再迷惘。并非我想逃避什么，而是脚步太过匆忙，一双坠落的肩膀已经无力承担。面对失望，一颗受伤的心灵如何与他的冷漠对抗。今夜不适合思想，也无所谓难过悲伤，只是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夜可以过得如此漫长。所以最近你看我的电脑都没宕机啊，因为开到很冷啊。今夜不适合思想，也找不到梦的方向，不知道是咖啡太浓，还是街灯太亮。今夜不适合思想，也记不得他的模样，不知道是心事太多，还是不再迷惘。并非我想逃避什么，而是脚步太过匆忙，一双脆弱的肩膀已经无力承担。并非我想逃避什么，而是不想面对失望，一颗受伤的心灵如何与他的冷漠对抗。今夜不适合思想，也无所谓难过悲伤，只是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夜可以过得如此漫长。好，最后一首歌咯， Last song。 OK， Dwee would like to dedicate 最后一页 to her best friend Kimmy. Keep the spirit and thank you so much. This is the last song， 最后一首歌啦。我穿着一张完整的脸，在雨中不敢向北方一去，我是一片忘记凋落的叶，留在人间没有人来陪，以为明天春天就要来临。哦，最后一夜，最后一夜，赐我的朵花。
室我的电脑不需要开冷气，只是在直播就需要，因为太耗太多它的 resource 啊，它的量工作太多，它会到做到一阵子它就会崩溃一些，所以我怕每次直播都这样，平时就不会。哎，谢谢你陈凯。我是一片忘记掉落的叶，留在人间没有人来陪，以为明天春天就要来再送多一首给你们吧，猜得到歌名吗？这位歌手姓方。哇，陈凯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，你跟我差一天。每个昨天，在失眠的夜晚翻我们的相片，才突然间发现对你的爱一直没有改变。每个今天，在幻想的空间仿佛总是看见你疲倦的容颜，对我诉说，好想回到从前。这首歌你听了几遍啊？我觉得维华真的是啊，方继维的歌每次都是他第一个先猜中。Good。还要听吗？还要听，我可以再播。每个今天，在幻想的空间，仿佛总是看见你疲倦的容颜，对我诉说，好想回到从前。谢谢你，金平，晚安喽。深爱着你，
上演，不会忘记你曾许下的誓言，我会永远在这里等着你回到身边，深爱着你 my love， 深爱着你，当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会忘记这个等待的寂寞，因为在这一生中我只愿为你守，为你们带来最后一首啦。快猜快猜什么歌，快猜快猜，请带上这扇门，在你决定以后，让我一个人享受孤独，没有星光闪烁的夜空，我的心情别再触碰，请留下这盏灯，在你决定以后，让我一个人陪伴寂寞，每当季节变换的时候，我想我该知道如何去面对生活，不要怪我筑起一道高墙，错了，维华，拒绝所有希望和阳光，再猜，多少次的徘徊，多少次的彷徨，依然不停地就这样慢慢地，四季缓缓移动，所有对与错将被包容，重新拥抱自己的天空，我们将会遗忘曾有的快乐和伤痛。哇，没有人猜对耶，原来我才是真正的歌迷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在《夜夜抱着歉意入眠》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歌。请带上这扇门，在你决定以后，让我一个人陪伴寂寞，每当季节变换的时候，我想我该知道如何去面对生活，不要怪我筑起一道高墙，拒绝所有希望和阳光，多少次的徘徊，多少次的彷徨，依然不停地流浪，就这样慢慢地，四季缓缓移动，所有对与错将被包容，重新拥抱自己的天空，我们将会遗忘曾有的快乐和伤痛。
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首。哇，我今天播了好像五首方季韦的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。期待可能下一个月，哎，你们到底要我几时做他的特辑啊？是演唱会之前还是之后？应该之后对吗？因为要播新歌，可以播嘛？之后演唱会才推出对吗？然后可能就之后才播了哈。好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各位的收听与收看，哇，今天哇真的是虽事连连啊！今天的直播变成上集跟下集，诶，你们现在看的是下集，因为上集已经出现在我的页面上了，所以上集刚才我以为我们被弹了出来，居然没有被删掉，还是在那里，可是被消音啊。很像是最后一首歌被消音，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集哦，104集的上集跟下集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明天跟后天没有直播，我们星期一见，拜拜。 Thanks for watching Facebook Live hosted by Gabriel Mendez. Stay tuned for our next exciting episode.拜拜，星期一见咯，拜。